修。打了个洞啊。哎呀妈呀嘞，这个判定服了。还是亏呀、啊！下一波磁铁会救这个人，他娃娃在那个角落，那这边是祭司来救。救不到了。嗯。这个人没治愈，接什么好的？带带怀表。球，要把娃娃摸的。不到，魔术师往正三跑了，追一会儿。
崩了呀！秒倒！他还救不到人呢。他啊，你刚才直接拉球过去救不就没事了？他非要撞我一下，何必呢？听个响指我就走。对啊，这把直接结束了。还有人皇鸡，要麦了吗？应该过来了。哎，看见你了。去丢眼。还是连击刷分，直接往大房子冲！哎，这个结石撞脸了。没有用。
区直接隐身，马上就能把你带走。其实，哎，也有好处也有坏处。撞脸了就崩了，没撞脸稳赚。在这边我看他开不开球啊？没想偷。撞我，还好这把带金身。没修，魔术师想救人，守一下。亏了，骚扰一下就可以了。没治愈，不用管。挂了的话，怀表就出发了。
压电机了，这都能让他们修完，好狠！不着急。谢谢香草可乐的大宝。先佣兵呢、啊？我这个村点，算了，不追他了。我本来想放三连电击，但追他的话没章法，不敢追。这么自信的吗？这不敢翻。谢。哎。看看你膨胀成啥样了，当面修电机。可以卡二血了都。我这个人胆子好大呀，不怕被震慑吗？我刚才出刀他就死了。都在修，那我走了。
再摸佣兵，快走，大王子，摸好了就完蛋了。感觉有人想偷。哎呦，压电机了。哎呦 ，nice。撞脸谁了？又结实。弹了，我弹了，弹了，别！哎呦，弹了，弹起就倒了，我靠，弹一次就算了，弹两次。可以，我拖一点时间。无所谓。
这个不求了吧，直接挂。然后接下来还差好多，模式刚补完，他们在摸。 是一帮一时半会起不来，滑板加速了，想拖远一点，哎，好像是龙，然后打到传送回去，尽量别插刀，传错了无所谓的。 应该穿椅子更好一点。